让你受委屈啦！你唔爱给我是嘛？今仔日哦，我等你坐只车，你已经离开啊啦！我想要找你，遐唔过我唔知你咧倒位啊！我就想讲哦，你是不是会来遮？真贵，是咧啦，是我唔好，让你受委屈啦！我无来遮，我嘛无所在通去啊！好啦，阿你慢慢甲我讲。 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是不是敏宏甲你逼走的？是敏宏甲玉秋，昨我伫要困啊，因来找我，阁有代志要甲我参详。你知影？你是安怎知影的啊？我唔知啊，因一开嘴就讲，因拢已经知影，阁威胁我。 阿妈想离开，而且阁骂我是袂瘾小的查某人，破坏恁的家庭，讲到这歹听，我拢唔敢见人啊！今嘛我连厝拢唔敢转去，叫我阿爸阿母问起，唔知要安怎应啊！静惠啊，今仔日我等你厝，是要甲你讲一个好消息。 哇！你红山替你找到一间厝啦，但是我想袂到，我等你厝的你已经走啊。你真正找到厝啊？是啊，我和厝主讲好啊，明仔载就用包过，咱先包过遐，搁偷偷计划，好不？偷偷计划，你已经计划一年了呢。当初你讲新厝丢了后就要离的呢。 即马你已经新厝长啊，阁有啥物借口？我答应你的代志，我一定会做较到啦。你讲话话敢有准绳？明宏甲尤秋拢已经知影咱的代志啊，先生嘛真紧就会知影，阁安康嘛无路用啊。你到底是咧拖啥啊？我唔是咧拖，我只是咧紧一个哦，离言的好时机啦。 有树，我摸唔着。伊讲我少年，搁水，又搁是做善事，一定会找到袂歹的翁婿，那就爱家有家庭，有年岁的查甫人做伙。伊真正咧讲，伊讲的拢摸唔着啊，差着差伫咧，我已经唔是清白的。 死囡仔，做事细哦，甲爸甲倒山头甲顶啦，把我这个做事团尊严放起来。我等你，今仔日我回去哦，就甲客户讲，我要改离言啦。真正，你无骗我？我没骗你，我若是骗你哦，我就不是查甫人啦。 牵手的面容，该好好牵你。